首先是标准页的配置，打开实习盒，取出肥料标的储备页。转移到100毫升的三角水中，然后加入5毫升蒸馏水。再加入2毫升的浓油酸，
且白烟在瓶口处形成一个回流现象时，加热结束，然后将飞行员取下冷却。冷却之后，加入一些蒸馏水，然后转移到100毫升容量瓶中定容。摇匀之后开始过滤，过滤之后，吸取1毫升的滤液到100毫升的容量瓶中。用蒸馏水定容。摇匀，摇匀之后就是待测液。全氮含量的测定，取3个小反应瓶，在3个小反应瓶里分别加入2毫升的蒸馏水作为空白液。2毫升的标准液，以及2毫升的待测液。
用试镜盒里取出，给料段试镜。依次分别在三个反应瓶中滴加氮一号试剂四滴。氮二号试剂四滴，杨云三号试剂四滴。四号试剂四滴，杨云等待十分钟之后上机测定，全氮含量的上机测定。首先拨动滤光片，使滤光片数值显示为一，然后放入空白液，光面对准前后放入比色槽，点击模式键使显示为模式一，然后点击上调或者下调使数值显示为100，等待液消失。液消失后仍然为100才可以，所以现在要点击上调或者下调使它再次为100，等待液消失。然后将空白液取出，将标准液放入比色槽，点击模式键显示为模式3，然后点击上调或者下调使数值为18，等待液消失。然后取出标准液放入待测液，此时显示的数值即为待测液全氮的含量。好，点击保存，点击上调或者下调键，对照说明书后页全氮肥料全氮的符号，然后点击保存，再点击双击打印即可打印。全磷含量的测定，首先吸取2毫升的蒸馏水作为空白对照，吸取2毫升的标准液与另外一个小反应瓶中，然后再吸取2毫升的待测液，与第三个小反应瓶中，然后从试剂盒中取出
吃鸡。依次在空白页、标准页和待册页中各地加八滴试剂。全磷含量上机测定，首先调一下波轮，转动波轮，调使波轮数值显示为一，放入空白页，光面对准前后，点击模式键显示为模式一，点击上调或者下调使数值显示为100，等待一消失。取出空白页，放入标准页，点击模式键调整模式为3，然后点击上调使数值显示为18。等待一消失。取出标准页，放入待册页。此时显示的数值即为主要全磷的含量。然后点击保存，点击上调或者是下调，对照说明书后页的附录，然后显示出肥料全磷对应的符号，点击保存，双击打印即可打印。然后是全钾含量的测定，取三个小反应瓶，分别加入2毫升的中油水。2毫升的待测液，然后从试剂盒中取出假试剂。分别向三个反应瓶中滴加甲一号试剂4滴，2号试剂2滴，甲3号试剂3滴。立马上机测试，首先拨动滤光片，使滤光片数值显示为6，然后将空白页放入底色槽，光面对准前后，
调整模式，模式一，然后按上调或者下调键使数值显示为100，等待E消失。E消失后仍然为100。取出空白页，放入标准页。点击模式键，调至模式3。然后点上调键，使数值显示为28。等待E消失。取出标准页，放入待测页，显示的数值即为待测页全甲的含量。点击保存，再点击上调键，显示打印出甲的符号 FJ， 点击保存，点击2次打印即可打印。